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京子です。じゃん。大家好啊，我哋见面啦。咁咧由今日开始咧，就会每个礼拜六咧教一啲日常会玩嘅单词啦。咁今日第一次咧，最主要要讲啲乜嘢咧？じゃん，就系呢个人称嘅代名词啦。咁咩系人称代名词呢？其实系我哋日常会话上面咧，成日都会用到嘅，就系我啦、你啦同埋他。咁我、你、他系点样讲呢？喺日文度，我嘅话咧系私、私。如果想讲我哋嘅话咧，就系私たち、私たち。如果你想讲你嘅话咧，就系あなた、あなた。如果你想讲佢嘅话咧，就系あの人、あの人。或者你想有礼貌啲嘅时候咧，就可以用あの方、あの方。至于你想讲大家嘅时候咧，就可以讲みんな、みんな，或者系みなさん、みなさん。咁所以咧，大家成日都会听到我讲みなさん、こんにちは，就系同大家打招呼嘅意思啦。咁重温一次咧，今日要学嘅咧就系私、我啦，あなた、你啦，私たち、我哋啦，あの人、或者あの方，就系佢嘅意思啦。皆さん就是大家的意思啦。咁今日咧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听日喺绘画嘅时候再见啦。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嘅话，请你帮手订阅我嘅频道啦。左右两边咧系推荐嘅 video， 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噶。仲有可以 follow 埋我嘅 Facebook 同埋 IG， 嗰度会有更加多日本嘅资讯噶。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